咁啦，管家仔，唔好咁啦，你哋唔好咁啦，唔好喊啦。我知道你哋好锡嫲嫲，但系到最后嫲嫲嘅遗言你哋都听唔到，个心梗系好难过啦。但系其实嫲嫲嘅遗言，佢讲咗好多次噶啦。我的嫲嫲是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而家嫲嫲走咗，呢两句要改一改。佢永远都会好似月光咁照射住我哋。佢会射住阿祖打赢呢一场官司，佢会射住你同于素秋百年好合，佢会射住呢六粒刺头芒永远都幸福。我的妈妈是月亮，初一十五都一样。嫲嫲啲嘢都搞掂曬咯，你唔好唔開心啦。嫲嫲唔會想見到你咁樣噶。我覺得好對唔住嫲嫲，嫲嫲最錫嗰個人喎，嫲嫲連臨走之前都係打住我個名噶，冇理由淨係想見紅姨唔想見我哋噶嘛。究竟同紅姨講過啲咩嚟啊？管家仔啊，你唔好咁啦。於素秋。你究竟有咩瞒住我啊？点会有人瞒住你啫？嗰日喺你屋企一定发生嗰啲事，你系咪知道啲咩啊？系咪红姨同嫲嫲嘈过你啊？你听到啲乜嘢啊？你咪想维护红姨，所以话你唔喺屋企，所以唔讲出嚟。你讲出嚟啦！我真系乜嘢都冇听过啊！我真系咩都唔知噶。嗰日晏昼我打电话俾你，你话你喺屋企，但系出咗事之后，你又话你唔喺屋企，你一定有嘢瞒住我噶。如果唔系嫲嫲真正遗言，呢一世都冇人知噶。你讲啦，我真系唔喺屋企啊。既然你都懵到咗坦白，唔好讲啦。唔系啊，我唔讲俾你听，因为我惊你唔开心啊。你坐低先啦，你听我讲啦。你嗰日打俾我，我同紧智顺一齐啊，我去咗佢屋企，我终于知道点解智顺要不辞而别啦。原来永林有病啊。智顺唔忍心，所以先陪佢翻英国医病嘅咋？点知永林翻到去冇几耐，因为一次医疗失误，所以死咗。原来佢哋两个冇结婚嘅。智顺你想我放低佢，所以先讲大话嘅咋？其实你仲好关心智顺，你仲系好介意嗰日点解佢会不辞而别。而家你知道啦，我谂你都系时候需要啲时间冷静下。我唔需要时间冷静啦。我自己好清楚自己要啲乜嘢。唔好再呃自己啦！你如果真系冇嘢嘅话，你唔使讲大话嚟呃我噶。唔系啊，管家仔，你信我啊，我唔会再呃你噶啦。你当系我需要时间冷静好唔好啊？翻病好再。喺未曾下言呢个门口都大家仲有得慢，我哋落餐厅心平气和倾掂佢啦，一人一半啦，好唔好？冇日日烧银纸，日日都见报，俾人笑到我哋面黄啊！恩雄女士。金太祖先生提出离婚的申请，法庭已经接受了，而你也都提出申诉，话家好圆圆饼家全部都是属于你的，你只是愿意支付阿金生平时的生活水准，即是生活费六万元。咁其实你是基于咩理由话家好圆圆饼家金太祖先生一啲都冇份嘅咧？三个理由。第一，家好圆圆开业嗰笔本钱，即系七十万，全部都是我拿出嚟嘅。佢一個仙都冇攞到。第二，家好月圓嗰個招牌都係我攞翻嚟嘅，同金太祖無關。第三，
金太祖先生根本是一個不懂得做生意的人，亦是一個非常懶惰的人，他對餅鋪一點貢獻都沒有，近這幾年甚至沒有出過餅鋪，所以新一代的夥計根本就不認識他，所以我認為家好月圓他不應該有份。那有個疑問，金太祖先生和你未結婚之前他都是一個小老闆，他一個先都沒有嗎？他本來有30萬的，我們本來打算用這筆錢來搞個餅鋪，誰知有一晚他的前妻鐘兆河女士就帶著那個有殘障的小女來到我家，去威脅阿祖說如果不給他那筆錢，他就攬著女兒去跳樓死。我奶奶當然不肯啦，還說要去報警，誰知他突然尖叫，真的攬著女兒去窗口，已經半個身攬了出去窗口了。我和阿祖不忍心，終於就將30萬給了他，所以他的戶口只剩下2600元。我想很多街坊還記得這件事的。哦，原來是這樣的，但你當時的環境都不是那麼好的，你那70萬是怎麼來的呢？那筆錢是我前夫于克强先生送給我的，他寫信告訴我他在外國走水貨賺到這筆錢，他覺得對我不住，他就匯了這筆錢給我作為對我賠償。法官大人，于克强先生寫給我當事人封信已經列作呈堂證物，編號是0012。欣紅女士，你口口聲聲話家好月圓係你一個人擁有嘅，但根據商業登記證列明，持牌人一共有兩個，一個係閣下，一個係金太祖先生。律師先生，請你留意一下，欣紅個名係放喺前邊，金太祖先生個名係放喺後邊。家好月圓餅家嘅前身，點解叫做紅棗餅家，唔叫做棗紅餅家呢？可能貪順口啫，唔能夠證明啲咩㗎。律師先生，我想你還很年輕，在我們做餅這一行是很傳統的，永遠都是先生夫人，不會夫人先生。在我開業的時候，我身體很差，經常在醫院，不是驗這樣就驗那樣，我怕萬一有事在遺產繼承方面就會很麻煩，也都因為我實在太愛他，我怕街坊鄰里笑他靠癡女人，靠吃拖鞋飯，所以我就在我的名字後面加了他的名字。欣紅女士，你說我還年輕，今早還說家好月圓的招牌是你拿回來的，但我自小到大就聽慣家好月圓就等於金太祖，金太祖就等於家好月圓的。律師先生，你不單止年紀小，我想你還是一個不是很勤力的律師，請你翻查一下幾年前有一宗爭招牌的官司，金太祖先生都是坐在這個證人欄，他說喂喂喂，我都不明白我老婆拿這個招牌回來做什麼，可想而知她根本都不明白這個招牌對我們餅家是多重要多有用，她根本就是一個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理什麼都不做什麼都是靠女人的男人。欣紅女士，你上週說鐘兆河女士以死要挟你們，搞到金太祖先生的戶口剩下2600元，但是根據離婚法庭資料顯示，鐘兆河女士並沒有要求金太祖先生給她贍養費，我都訪問過北角很多舊街坊，他們異口同聲說鐘兆河女士並不是一……律師先生，麻煩你去問多幾個老街坊，逢是超過50歲沒有人不知道金太祖先生有個弟弟曾經問他借過3000元，他不借不得止，還罵他你不死都沒用，終於他弟弟就跳樓死了。在鐘兆河眼中，錢是大過天，錢是大過人命，我奶奶就因為這樣跟鐘兆河水火不容。但是據我所知，你奶奶跟她關係不錯的，相反跟你關係比較緊張，你奶奶臨過身之前還搬到鐘兆河家跟她住。律師先生，請你去東區醫院問一下方醫生和那班護士，我奶奶臨死的時候最想見誰，不是那個拋棄糟糠之妻的北朝子，不是她那班孫仔孫女，是我。你現在看的是 TVB USA 官方頻道，想看更多 TVB 精彩的節目片段，就快點按下面的鐘仔 subscribe 了。